最简单，六是最难的，我要选这个。谁是得奖次数最多的最佳女主角？我知道，阿姐郑慧玉。答案是黄碧人吧？哦哦。OK， 轮到我选了。四 OK， 谁是红星大奖最年轻的视帝？简单呐、啊。简单呐、啊，齐瑞徐啊。徐瑞琪啦、啊，不是徐瑞琪，他老婆在这一圈的，然后他有到国外发展的，谁 ？Christopher Lee， 不好意思啊，明成哥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是哪一位艺人？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h my god， 我有两个想法 ，OK， 第一个是杰米·姚，第二个是 Tyler Dan， 邓伟德，准备，邓伟德，答，我是邓伟德，一二三，杰米·姚。